请九年级导师带领各位应考同学触摸祈福物，挂上祈福卡。男思想是从高中 A。九年级的同学们，大家好。好。经过一年的考验，相信大家已深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。恭喜你们进入知识的殿堂，祝福大家会考顺利，心想事成。好，谢谢，加油啊！好。首先想要谢谢家长会啊，特别为了这一次活动啊定制哦，是特别定制的哦，我们包粽祈福包粽，然后来赠送给我们全校的老师以及我们今年会考的孩子。我们今年有别于往年哈，特别在我们行政还有老师们的规划之下，就是举办了这一次的教育会考的祈福包粽的活动。那虽然这个活动是小小的一点心意，但是却是给孩子大大的鼓励。那个鼓励是孩子们在人生学习过程当中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会考，也希望你们也祝福你们，希望在这一次的整个的一个学习历程有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。